白鹿洲那边。啊，你想吃肠粉吗？啊，把我喂饱了，完了之后出来吃肠粉。就两站。我第一次知道坐地铁原来可以这么快，比如说我们一会儿去那个餐厅，如果开车的话我才至少半个小时，因为我们要路过那个大桥，坐地铁两站就到了，它从海里穿过来，太酷了，真的太酷了。瞧你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、可算进了趟城，真是没见过世面。不是，主要是现在变化太快了，我以前在厦门的时候厦门还没有地铁，现在已经有三个线了。总体来说，如果大家想吃这种，这叫广式的餐厅，早茶，对，早茶，对，还是要去，广东本地。对，我们也对，还是广东的好像更好。现在这个也是不错了。对，如果它历史很悠久了。对，相比在东北的。对。因为我觉得可能也是有这样的需求嘛，嗯、就是来这边的广东人会比较多，然后大家会有这样的需求，慢慢的就成就了这家店。那像在深圳的话，我们会去吃点都德；广州的话，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啊，应该广州会更正宗吧？是的。我们现在这儿走的是元当湖附近，这有一个咖啡一条街，然后这里的有很多就是那种别墅或者那种建筑，很好看，我觉得会很适合拍照，我们去看看。嗯，以为会很热呢，在树荫底下就还可以。他刚才我感觉他有点恐惧了，他刚刚说啊，天热，要不咱回家吧。但其实今天还好，有风，而且有水边，不会。你和这条街很配哦。但是就温，因为这个池子这是一个天然的硫磺池子，阿姨都在泡脚，我也感受一下，就滑滑的，然后38度刚刚好，跟我一起玩。用力倒，快点！哎，好。叫弄卡，他叫弄卡。还要指令啊？换一个就行，换一个就行了啊！哎呀。用大勺，有大勺。不要大勺了，这个就可以。对。这个之前关瑞来厦门的时候，我有带他去吃过，还是那个味儿，我觉得。你赶快尝一下。就很遗憾没有红豆今天。对，今天红豆还没煮熟。
们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逛吃逛吃，然后哪天不是啊？今天格外吃的多。刚才的冰你觉得好吃吗？我觉得好像就是跟我们当年你去吃的。对，就是我刚才想到以后如果不想去尝试别的会让你失望的那些冰的话，就去吃以前对鹿港就好了。但那个鹿港是这样的，他原来咱俩吃的是宝龙的那一家，嗯，这边这一家我不知道他有这一家。然后红豆冰很遗憾没吃上啊，嗯，今天是绿豆的，也现在我们来到了最著名的厦门的第八市场海鲜市场。哦，它叫第八市场啊？对对，第八市场。嗯，他们说你去看什么？去海底世界，海底世界类鱼都没有市场的鱼种类多。好，到鱼到鱼这儿了。好吧。声音都很温柔，我们拍哪一家他们都说好随便拍，然后还会把那些东西让小朋友放到手上，这要在北方他就指你。爽口，这个是生的芒果条，然后拌酸梅粉，非常好吃。好吃吗？嗯，有点像大萝卜。嗯，10块钱。嗯，10块钱这一盒。电台的，我看过，对，刚灌好的。我在鼓浪屿。对，鼓浪屿也是我们家的。对，珠山路也有店。一定要新鲜这蛋，蛋不新鲜就散了都。实际上是我非得给它捅烂的。包最起码一点漏进去，哇！反正你家也跑不了，就在这儿。行，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尽量吧。他说会比较新鲜的蛋才可以，然后他那个馅儿也并不是，并不是就是随随便便的肉馅儿，还有没有红菇说1000多一斤，对对对对。然后那个16块钱一份，不贵了。嗯，你想他把那个给你怼半个小时怼一份，他一天才能
对，200多个。他说他那个师傅给他给我们看他师傅的那个手速，对，真的很快很快，他那个怼怼的蛋黄的。回去你也试试。行，我试试，咱家有鸭蛋。我们刚才有点失策了，吃了一肚子冰，又喝了奶茶，然后现在碰到什么好吃的都吃不进去，连尝都不想尝，太撑了。这真的是一家老店了，我印象中上次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好几十年了。然后，其实吃的嘛，可能比较符合当地的口味，对我们来吃的话，说的话有点太甜了，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发甜，包括包子。花生汤就是很甜很甜的。很甜很甜。好，我今天吃的感觉一肚子糖。这里就是老城区，我胖了好几斤。老城区也有老城区的魅力啊。嗯，是干干净净的，不像一条巷子，对，不像北方很多城市。你看南北方的差异就是在于我们去到一个宾馆呀、啊、去到一个餐厅啊，去用洗手间的时候，人家对你的这种态度就不一样的。在北方你可能很难，没有，对，很难启齿。对，就是你，他有可能也会跟你说，但是他会很鄙视的看你。哦，对，然后其实我们还要夸赞一下厦门的出租车，嗯，还是很便宜哦。便宜，然后有些地方因为它这路非常窄，真的很不适合开车，要么就是地铁，但地铁可能还需要走，就是打车。如果你是四个人，打车是非常划算的。老天真的很照顾我们，这两天虽然我们很怕热，但这种有风的感觉也很凉爽。哈尔滨今天35度，可能也不好过。这条街是我跟我妹妹少女时代经常会逛的一条街，叫菊口街。然后这里面有一家臭豆腐，我们真的是每次来必吃，就知道我们那时候有多胖吧，天天吃这些。这个臭豆腐店如果没有本地人带的话，应该很难找到啊。这个臭豆腐吃起来真的一点也不臭，而且口感很好，该脆的时候脆，该嫩的时候嫩，然后口味也很好，连小关都喜欢吃，而且我们都刚吃饱了饭来这儿都还想再吃，不错不错。什么东西啊？鸽翅。看一下。今天不进去了，一会儿孩子回去还有课，然后也挺热的，我们就不去打扰他们了。